唔知你去加拿大點解想唱呢個歌？應該係1997年嘅時候，我哋做咗個 show 叫《人山人海》，咁係阿 V 編嘅。咁就係啦。我首先真係要再次多謝我身邊兩位天使，阿 Jason， 多謝你哋。我識咗佢3年，如果係我識你咁早嘅，唔錯，係咪 ？Anyway， 都係爭咗2年啦。係咯，我哋即係喺80年代、90年代初，唔係90年代初就已經認識嘅啦。其實，好高興，即係好多謝佢哋一路陪我啊，即係走咁多呢啲路啊。都多謝你哋啊，都多謝你們。所以要唱呢一首歌是當時咧就好奇怪，呢段係一套黑社會嘅電影嘅歌曲。咁但係阿 V 咧就將個古典音樂擺咗落去，即係好似古典音樂咁樣，將古典音樂好似即係好神聖，同埋一啲黑社會嘅即係 element 擺埋一齊。咁即係話喺一個咁樣壞嘅世代，我最先諗到點解我唱呢個啦？一個咁壞嘅世代，我哋要好似古惑仔咁樣，咁靈巧，亦都好似即係好似聖殿裏面唱聖詩嗰啲人咁樣，咁純良，有情緒嘅。
碎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不安风雨里不知死罪，所有故事着已发生，飘落岁月里，风吹可以静下，将失意再万岁，若眼泪已带走夜潮水。Yeah.